一眼看到十一号公寓有什么感受？我第一次看到楼的外貌的时候是非常的震惊，然后你不知道里面会藏着什么，就感觉里面会有很多问号，很可怕，想退租，非常的觉得有危险，还挺神秘的吧，比较阴森的，看起来不像什么好地方，不像是那种就是一般人会居住的，嗯，感觉就里面会发生一些故事，对，嗯，不行啊，今天晚上连夜看，明天怎么搬走？对，我觉得好震撼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节目做的真的，从外面看这个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。我这么奇怪的造型的一个场地，而且真是纯纯的实景，让我们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探索，我觉得好开心的，嗯。感觉就是这个公寓真是岌岌可危，真是，就为什么会有没有脑子的人要把公寓盖到这儿？这个房，你说他不五折往外出租，能有人来吗？